在这时刻就身临远行，来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在这时刻求神灵运行，来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叫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充满在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
兄姐妹，早上好。让我们继续来仰望我们的神，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继续的将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用你大能的手来扶持我们，来引导你的教会走前面的路，前面的方向。主圣灵，我们欢迎你今天早上来到我们当中，你居首位，让耶稣基督的名得到荣耀，让天父的荣耀也彰显在你儿女的身上，让你的教会满有你馨香的恩膏，馨香的同在。我们祷告主，让我们凡亲近你的时候，你就亲近了我们。今天我们也祷告耶稣的宝血再次洗净洁净我们每个人，让每个人来到面前都能够守洁心清的来登耶和华的山。我们求主医治释放我们每个人，我们相信主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为此你的平安今天我们宣告要住在你的殿中，你的平安在你所爱的人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为此主，我们说我们需要你的平安。 Shalom， 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这时也释放我们肩头上一切的重任，一切的重担，心里的纠结都求主来释放。我们求那安慰人的圣灵这时候来使每个人都进入你的安息，你的同在。我们谢谢主赐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愿意分别为圣，归主所有。愿你继续来恩膏这个地方，恩膏传讲的人，恩膏听起你圣灵话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在你的同在了里头，听我们的呼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献上感恩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我再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会在网上有中文的查经还是教导。那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报名，记得散会后到柜台后面的柜台向菲比姐妹来呈上你的表格，记得填完所有的表格哈，就是每一个空格你要填完。如果你没有填完还是你不明白的，你可以暂时交给我们，我们会帮你来解答，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耶稣雅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五节看到第二十四节。还有我们这个网上的聚会会正式在11月3号开始，所以请留意哦，星期二8:30，11月3号。耶稣雅记第二章第十五节，这里说于是女人，就是指拉赫，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追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3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难，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追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
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耶稣亚那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耶稣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都消化了。今天或许你有一些新闻有关我们国家的，就是据说会可能召开这个紧急的一个动议，就是全国会进入一个紧急的状态。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的心不要消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有敌人的心消化，我们的心没有消化，因为耶和华在我们的当中。Amen。当然我们现在目前遇到的情况诸如世界各样的情形，我们也会担心，但是我们仰望我们的神，我们盼望今天神的信息给我们一些的亮光和他的力量，他的安慰并他的祝福，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是我要继续的上个星期我所传讲的拉赫的故事。因为神曾经两次提醒我要分享这个信息，所以我也用了两堂的信息来分享这个信息。当然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不大会重复上个星期所谈的，当然会提到一些了哈，但是我们会进入更深入来看看神要借助这个很特别的女人拉赫来告诉教会什么样的信息呢？你知道在耶稣的教导里面，耶稣曾经说过一种人是很难进神国的，有一种人是很难进神国，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财主，对吗？记得吗？福音书里面有说过财主是很难进神国的。为什么财主很难进神国呢？因为财主可能的包袱太多，因为要进神国你要放下很多的包袱，所以他拿得多，他的挣扎也多。但是当他的门徒问耶稣说，哦，这样就没有什么指望了，对财主来说，但是耶稣又说了一句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比如说财主有没有希望？财主还是有希望，只不过他要进神国就倍感的困难。但是还有一种人呢，比财主进神国是更加的困难的，你知道吗？那就是什么人呢？那就是耶稣口中所常常提到的自以为义的人，特别是指当时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宗教的领袖，他们是所谓宗教情操很高的一群人，他们追求神国，他们甚至是放下了许多世间的许多的事物，单单追求神国。然而他们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自以为义。什么是自以为义呢？自以为义是觉得自己很好，很不错，很公义，很有道德。那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有道德的人有公义的人是不好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我们有自以为义的时候，我们就会拦阻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要知道在神的眼中，圣经想得很清楚，就是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你可以查考圣经里面有真的是有一句话他写着，世上真的是没有一个义人。然后他在以赛亚书里面借着先知来说什么呢？我们有的义只是一条破破烂烂的衣服。比如说今天你看到一些人很有道德，很有修养，但是在神的这个标准里面，还是说神的批判里面呢，人的罪呢，因为使人所谓的破坏了还是说我们说堕落了corrupted， 就是人在这个罪上的堕落了，因为这个堕落就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人剩下的
义，还是说修行，还是道德等等呢，都是一条破破烂烂的衣服。以至于今天神为什么借着这个女人，我们觉得这个女人太特别了，因为她是一个妓女，妓女也可以进神国。你记得耶稣说过吗？妓女和税吏要比你们先跟进一步进神国。为什么呢？因为妓女他们有的是破碎的心，破碎的灵，税吏是在社会上抬不起头的一群人，所以他们这群人反而更快的进神国。所以我想今天神要借着这个女人再一次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被拦阻进神国。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我上个星期有说过，旧约里面的圣经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多的故事，然后有律法啊，然后有这个里面的一些的智慧书啊，小先知大先知等。但是其实我的发现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他在启示新约的真理。然后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亮光，就是他其实在旧约的某一些的经文里面，他在反映今天现在的我们活的这个今天末世的一个光景。所以拉赫这个女人，她要给我们这个末世的教会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那上个星期我有说，每个人的人生里面都有一些的我们所谓不贪的往事，还是一些不光彩的东西，还是说我们很遗憾的东西，可能是几页，可能是很多页。但是对拉赫来说，她不是几页，她不是很多页，她是几乎每一页。因为在旧约里面，当妓女跟现在的时代当妓女截然不同的一个情况。今天妓女还可以有份高档的妓女，然后今天的妓女是可以开豪华轿车，住大洋房，口袋里面有很多钱，可以买很多的金饰，可以买很多的很好的玩意儿。但是当那个时代，如果你是一个妓女，你是一个被欺压的人。为什么当时的人会去当妓女呢？你听过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如果大哥死了，二哥就要接续他那个大哥娶大哥的太太，如果二哥也死了，三弟呢就要负起那个责任来接续他们先前留下的太太。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当时的女人不像今天的女人，不是能干不能干的问题，而是今天的女人有机会发挥你们的恩赐，你们的才干，在商场上，在职场上。但是当时的女人是完全没有机会，甚至读书也没有机会，很少了那他们在社会里面是跟小孩子一样，是低微的，卑微的。所以如果女人你失去了丈夫的依靠，你等同你什么？没有饭吃，没有钱，你就会流落街头，然后你饿死。所以呢，在逼不得已的时候呢，女人会做妓女，操行这个所谓的不好的行业，是因为是逼不得已。以前我看过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在报纸上这样报道的，然后这个报道我觉得说是很真实的。当美军驻进菲律宾的时候呢，曾经报道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花边新闻就是讲当时的一种情况。那美国的士兵呢，他们就会去嫖这些菲律宾的妓女。那他里面特别描述到，他当时菲律宾的妓女也是很悲惨的其中一个美国的兵人呢，他嫖了一个妓女以后呢，他没有给他美金，他没有给他钞票，也没有给他匕首就是所谓的菲律宾的这个钱币，他只给他从船舱里面拿出来的一盒的快手面，就给他，就这样。你看，一个女人她要出卖她的肉体，跟一个不熟悉的男人做那个交易，然后她回馈的东西可能不是得到平等的那种回馈，在那个时候所以在这个我说的那个菲律宾的故事，那如果在这个当时的拉赫呢，我想她可能经历的是许多的不人道的东西。那我还看过一个电视里面的电视剧里面的一个所谓的节目
如果没有记错是 NTV7 里面的一个节目。他的节目里面是什么节目？是访问拜访那些就是做这一个营业的行业的人哦，你们的感受是怎样哦？然后当时访问的时候不是个女人，是一个男人，而是说变性人哦，他也是超行这样的一个行业营业。然后里面有前面原来有许多的心酸。他说没有办法了，没有，他没有办法是指什么呢？没有办法不是说要做这个行业，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说他会遇到一些很粗暴、很变态、很甚至很残忍的一些的顾客。他说没有办法啊，忍住了，忍住了。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们要经历的是何等的一个悲惨的一个情形。所以妓女拉赫住在耶利哥城，这个当时的时候是一个蛮开发的一个城市。你可以想象他在那个城市里面，他必须养活自己，可能也有一些孩子，他必须供养他们。所以你可以想象拉赫他每一天睡醒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他希望是有生意，还是希望没有生意？你可以看到他里面的挣扎怎么？他希望有生意吗？因为没有生意他会饿死哈。但是有生意呢，他就是要面对在他所谓的这个行业里面所带给他的许多的很难堪的一个经历，而且是日复一日不断的重复。所以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是一个没有盼望、没有人生的乐趣、没有许愿，不像我们今天星期天我们还可以 plan 一下啊，我们等一下要去那里、去那里、去那里来做什么的。他几乎没有明天的一个人生。只有在这样一个极度黑暗的人生里面，他竟然，我说他竟然哈，登上了这个基督的先祖里面的一位。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 ，Matthew， 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这里说什么呢？撒门从谁生呢？从拉赫氏。这个拉赫是指谁呢？就只有这个拉赫，就没有其他拉赫。拉赫是很特别的名字哦，叫宽阔的意思哦，宽阔的意思。拉赫，拉赫生谁呢？波阿斯。你认识波阿斯吗？如果你不认识波阿斯，但是你应该会认识路德 Ruth。今天有人名叫 Ruth 吗？我想有一些人取了这个美丽的名字 Ruth。所以路德的丈夫就是波阿斯，所以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呢就生耶西，耶西生谁呢？神大卫 King David。 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耶稣基督的血脉里面有拉赫这个所谓在那个时代还是这个时代我们都看为异样的卑贱的女人的血裔。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这个圣经里面的启示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太武断的说这个人是对的，这个人是好的，这个人是有道的，这个人是没有道，这个人应该得进神国。你看他的表现多好，这个人啊，我看他没有盼望，他不应该进神国。我们很难明白每一个人走过的路是什么路，我们很难去判断去了解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当中的所谓的遭遇是什么。所以变得如果我们自以为意的话，我们就会跌入法利赛人里面那个光景里面。那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高风险？我们说 COVID-19 哦，什么样的是高风险？在监狱里面是高风险哦，在警密室里面工作是高风险。那什么样的人是在自以为意里面的高风险的群体的人呢？可能就是你过得很好、很不错的人，啊，可能就是身世清白、无不良嗜好、很有德行、很有宗教这个修养的人。所以你看到那些在别的宗教里面他们很有修行的人，他们是很难进入教会听神的福音的，我说对吗？但是照样的，今天如果我们已经坐在这里的话，如果你觉得你还很不错的话，我告诉你，你不会离神太靠近。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那觉得自己好是有错吗？不是。你觉得好，你要看什么样的好。那圣经有一句话说，神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忧伤
痛悔的心。我们可能有软弱，我们可能有失败，但是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忧伤，忧伤我们自己的不好的行为，忧伤我们自己的过犯。那这样的一个心态什么呢？是表示我们是有诚意、有悔意的一个悔改。但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犯了一些罪，我们已经做了错，我们觉得、啊、比起社会的其他人我还是不错的。那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那个罪就没有被去除。而且自以为意的罪就是骄傲的罪的一种。所以你看到当拉赫他自以为自己没有条件进神国的时候，他反而比很多人进神国，而且他坐在前排，你知道吗？他是榜上提名。然后他不只是在马太福音提到他的名字，他还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重新提到他的名字。而且那一篇十一章里面是讲到信心的英雄榜，他是信心里面的英雄榜里面的其中一位少有的女性。所以拉赫，你不要以为他做妓女的时候他是过得很好，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住在城墙。你可以想象城墙是什么地方，城墙是一个保卫国家、保卫城市的一个地方，城墙也表示说是一个大众的地方，是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所以他是住在城墙里面的一个妓女。但是我要告诉你，人生里面今天的信息是什么呢？信息是讲到人生里面是可以有逆转的时候 turn over。 当我们来到人生的一个尽头的时候，我们可以逆转。当我们国家来到这个尽头的时候，我们可以期盼有一个逆转。当我们的家庭还是自己的生活来到一个尽头的时候，我们可以期待一个逆转。所以这个世界来到一个末世的时候也有一个逆转，那个逆转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再来。所以妓女拉赫走到这个人生的这个尽头的时候，他忽然间有一个逆转，然后他登上了一个很俄兰身份的，改变他永远里面的一个身份的地位，这个身份和这个地位。所以如果人生可以有逆转，那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一定可以有逆转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有盼望的信仰，就是说我们无论来到一个多么糟糕的情况，我们仍然相信说我们可以有逆转。当你看雅各这个人的故事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到他人生里面就是很多的贪渴，但是每一次他都捉住神，所以他称为什么呢？他称为神的王子。人生呢，当我们要进入这个逆转的时候，其实它必须是一场的什么呢？豪赌。听懂吗？豪赌就是很豪迈的赌一局，豪迈的赌一场，就是把你的身世都压在一边了，压上去了，这叫豪赌。有位老先生，他一生觉得说他没有信仰的需要，你跟他传福音，他说不要谈这个，他说我是无神论信仰的，但是他同时又去拜一些的神明，所以里面有一些矛盾啊。但是无论如何，他说我不需要耶稣，因为信耶稣好像是一个弱者哈，是需要别的力量来给他这样子。但是后来他人生里面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身上有严重的疾病，而他知道这种疾病会让他以致命，所以就在他那个时候，他必须面对他人生的一个抉择。然后他知道他如果要走进神国里面，他至少要处理三件事情，他本身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家中的偶像去除，因为他家中有偶像。第二个事情就是他必须处理一件他觉得神要他处理的一件私人的事情，他觉得神不许的这个事情他必须去处理。第三样事情，他必须走进教会领受圣餐。
来表明说他与基督是联合走为一体的。但是他这个举动就会引起他的朋友，许多的朋友，他那一代的朋友都是不是什么基督徒，都会给他压力，都会质问他，为什么你走到这个人生你才信耶稣啊？为什么你要去拜洋教？那是在鸦片战争里面欺负我们的这些洋人啊，我们去拜他的宗教。但是他必须越过这个他里面的所谓的一个人生里面的大逆转的时候，他必须压上去，他的脸皮都不要了，他面子都不要了，你怎样看我，你怎样来论断我，我都不理了，因为这是我逆转的时候，我把我的人生压上去了。所以如果你要人生有一个大逆转，你必须把你里面的神不喜悦的东西把它抛出来，这就是一个赌具。很多时候我们在座里面的，你是基督徒也好，还不是基督徒，还是在慕道友的话，你发现你来教会你还是觉得没有什么突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把你的人生压上去。而基尼拉赫他是把他的生命还有他家人的生命都赌上去了。为什么呢？上个星期我说，如果他要保护这两个探子，那他就是欺君之罪，他就是一个叛国贼，他就是可能会面临抄斩整个家族都有可能，因为他是出卖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今天我们中国人信耶稣也是有这个所谓的罪名，对吗？哎，你看，就是不跟从我们老祖宗的信仰。当然你看回历史，我们中国人从起初就没有拜偶像，没有，我们是敬天的。你可以引述中国的整个历史里面，我们没有偶像，我们没有拜神明，偶像神明是唐朝过后才开始渐渐才有的东西，甚至在明朝的时候才开始有更多的活动起来，然后道教在那边开始的。所以当我们要进入人生的大逆转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场的豪赌，我们要孤注一掷的把我们人生压上去。当我们要这样压上去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突破，我们才会看到，哎，那两个探子回头来说的时候，当我们进城来的时候，你要留下你的朱红献神一个记号给我们，我们就会把你和你的全家救出去。你要知道这个故事，就是预表什么？预表末世的时候，我们说耶稣要再来了，那耶稣呀，那耶稣跟耶稣呀的名字和里面的意思一样的吗？当我们说耶稣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就是耶稣呀 Joshua 耶稣啊，应该说耶稣，这个耶稣呀就意表说耶稣基督他要率领他的军队临到这个世界。耶利哥城就是意表一个堕落，一个犯罪无可药救的一个世界。所以耶稣呀率领他的军队就等同你有一天耶稣要率领他的许多的天使天军来到这个世界，只救谁啊？只救窗口上有朱红献神的那一家人，就是今天的这个信息。所以你要有人生的大逆转，你必须有一场的豪赌，你也必须进入了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什么？这个关键点就是朱红献神有没有系在你的窗口上。这个朱红献神意表着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看见。当我们还没有说正面的时候，我们来说负面的东西。其实这个朱红献神就是意表一个记号 ，it's a sign， right？ 就是你看到窗口上有一个大红献神在那边，就说哦，这是就是要拯救的家了。这就跟过逾越节的时候是一样的。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门框上必须涂上羔羊的宝血，对吗？羔羊的血。所以灭命的使者看到有血的时候，他就会越过去，这个叫 pass over， 越过去哈，就是越逾越界 pass over， 英文讲的比较好 ，pass over 就是越过去，就不杀这家了，就保存这家了。所以今天在末后的时代也是这样，
当灭命使者来的时候，神会透过瘟疫，神会透过灾难、地震等等来讨伐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生命中有耶稣的宝血的人，他才会跳过去保守了这家，或是说把你拯救起来。所以这个得赎的记号就是朱红线神。但是我们还没有谈这个记号的时候，我们也看原来在世界，在耶利哥城里面的人也有一个记号，而这个末日的世界的人里面也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呢？这个记号不是朱红线神，这个记号我们来看启示录里面13:16-18，Book of Revelation， 启示录13:16-18。这里说什么呢？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这个印记什么呢？除了受印记，有了兽名，这个印记是有兽的名字，或有兽名的什么呢？数目，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的，凡有聪明的，都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那今天如果你看 internet 的信息里面，当然有很多讲到这个兽印记的东西。但是我们其实还不是完全的明白这个兽印是指什么，但是这个兽印是指的肯定是什么呢？是底基督 Antichrist， 就是兽的名字。你看这不是神的名字，这什么？这是兽 Beast， 野兽的兽。这个兽还不是指野兽的兽，这个兽是一表撒旦，撒旦的王国底基督。然后他也不是讲其他什么，这个数目里面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比如说道德的东西啊，比如说叫你为善的东西，不是，而是数目 numbers， 这意表什么呢？兽加上数目，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兽就意表底基督撒旦与神对抗的东西。数目是指什么？数目就是指这个 dollar and cents，OK， 就是讲名和利，厉害的东西。今天我要提醒教会，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个兽的心先？很多时候我们说啊，当然那个时候我一定不会把这个印打在我的手臂上，也不会把它刻在我的这个额头上啊，我应该不会的。但是你能担保吗？现在你讲可以，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到，但是很可能那个时候就很快的就来到。你稍微有跟进时代的技术科技，你就明白这个放在额头上跟手上的技术是很快就会临到我们的生活的每个层面里面。以前我们的 IC 有没有那个所谓的金卡在里面？有吗？30年前有吗？没有。但是这个大概20多年前已经开始有了。所以你去这个银行，你给他 IC， 你给他身份证可以吗？不够的。他必须什么？必须做什么？他必须 scan， 对吧？他叫你的手放在那个红色的灯里面啊，有时候还不能过，他又放点油让你能够看清楚是不是这个人是你。所以以后的技术一定移到这边还是这边，就没有人可以替代你了。你去到那里 scan， 这里就是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不会再有这个所谓盗用身份证。所以我要告诉你，当我们说这个记号的时候，在末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兽印。而兽印的人，圣经说什么呢？他不能够进上帝的国。那有一个问题要问的是，为什么人会把它放在这个印？这个不好，为什么要放上去呢？我要告诉你，理由很简单，因为情势所逼。情势所逼，那时候要跟随基督的人，你必须放弃这个。但是如果你要放弃这个，你就与这个世界脱轨了，你就很难生存在这个世界，那这就是逼迫的开始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担保你能不能够有没有放在这个印上，你放了，圣经已经提醒我们了，你不能够进神国，
那你会问，哎，没有什么道德问题，我只是放晶片在这里，放在这里面，没有道德问题啊，没有犯罪啊。你不知道，因为当你发的时候，你没有明显有没有犯罪，但是上帝看到未来，所以上帝必须在启示里面提醒教会，如果你放上去呢，你完了，你肯定完了。所以我不能够有足够的那个 information， 那个所谓的资料来告诉你说，你放了接下来你会犯什么罪，会犯什么罪？不是，而是你放了，接下来你肯定会跟着他走，你就不会回头了。所以在没有放受印的时候，圣经还有讲到一个印，这个印是好的印。这个印什么印呢？这个印是在雅歌里面第八章，我们看雅歌 Song of Songs， 哦 ，Song of Solomon， 雅歌第八章，这里讲到一个印，第六节。这里讲的印是什么印呢？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错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哇，这里讲什么？这里讲到爱。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已经洗礼了哦，我已经是有来教会了，我有吃圣餐。但是我要问的一句话是：你跟上帝之间有没有爱情？你爱你的配偶吗？你爱那个人吗？你爱你的孩子吗？你的爱不是我住在一起就是有那个爱。我们有常见面，有常吃饭，那就是爱。爱情是实在的东西，它是存在的东西。而这个爱，上帝把它描绘成一个印，一个印 ，a seal, s e a l， 印，印在哪里？印在你的心里上。而如果你有上帝的爱在里面，我告诉你，死就是以死，你都会被放弃，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什么是记恨？就是说我不能够 let go 的，我不能够放弃的。我是来到一个 jealous， 就是很 jeer， 就是很哇，我不能够让别人碰我所爱的。这个叫这个 jeer。今天很多人很爱这些东西，他就不可能让人家碰，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爱上帝的话，说上帝之间的爱是不允许人碰到的。我不会，我会不惜一切的代价保守我跟上帝之间的爱，而这个印就烙在你的心上。哦，将你的爱情错在我的手臂上。什么就是错在手臂上呢？今天很多人打肚啊，刺青啊。基督徒可以打肚吗？我告诉你先啊，不可以。为什么呢？圣经有说不要祸身，这个祸身就是把身体上打肚啊。但如果你已经做了打肚，你不要内疚啊，但是请你不要继续的打肚下去，因为打肚是外邦人的东西，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你就说我放耶稣可以吗？放十字架？不，圣经说不要祸身，这个祸身来自异教徒的东西。好，这里我们不说这个，因为这是个课外题。但是把这个爱错在手臂上什么呢？难道漂亮女子就要错一个耶稣的名在这里吗？不是，错在手臂上，比如说这是我爱的表现，手臂就是一个表现的一个象征，右手特别是右手，就是我把你的爱错在手臂，就是人家可以看得见的。我爱不爱上帝是别人可以看得见的，我爱上帝我也不怕，我也不害羞向世人来展示说我爱耶稣。所以你爱耶稣，你不需要隐瞒自己。哦，我在敬拜的时候我不要手起太高，哦，我不要这个表现的，因为怕人家说我啊，好，这个人假金钱假属灵，不需要，因为我将耶稣的爱带在我的错在我的手臂上。 Nothing to hide, nothing to be shy。我不需要感到害羞，我不要感到就是要顾及到别人感受。今天你看到这个年轻人谈爱情很轰烈，对不对？他捉住对方的时候就赶赶的走了啊。今天我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可以很大方，可以勇敢。那反正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爱耶稣，我们就做得很含蓄。我们不需要含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可以 dance， 我们可以跳，我们甚至是呼喊，但是不是乱喊，不是乱跳，不是乱叫，是在圣灵里面神引导你的时候你才这样做。所以你的印里面是什么印？
如果你今天没有神的爱情的印在你里面，有一天你就有那个受印，你就有那个啊，是什么号码我不知道，可能是真的是666，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人的数目而已。而这个数目为什么人会放上去呢？因为人需要它。而如果你需要这个世界的东西，你不可能会需要神的。而如果你有神的东西，你就可以放弃这个世界的东西了。而拉合的故事里面就提醒我们，这个朱红现身里面的标记什么呢？上帝从他宝座看下来的时候，他看到每一个窗户，你的心口的一个窗户有没有他的朱红现身。如果你有上帝的爱在里面，你就是属于上帝的。以至于在耶稣托使者写信给末世教会的时候，他说什么呢？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他第一个责备什么？你已经丢弃了起初的爱心，你已经丢弃了起初的爱心。可见爱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很珍贵很重要的。而神有没有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样的爱？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很距离的爱，好，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就进神国。他不是一个礼仪上、宗教上、交易里面的一个关系，他要走进我们的心，他要走进我们的生命，他要走进我们的世界，他要走进我们的感情，他要走进我们里面的挣扎。最近我有一个朋友是传道人，他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这个很严重的病呢是会致命的。我常常为他祷告，我很关心他，然后他跟我另一个朋友就透露他的心情，他说我很感谢上帝，在我这段人生里面，我发现到神是多么的真实，很奇妙，对不对？当你没有苦难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神 很靠近啊。但是因为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很难明白的事情，他是一个很忠心很勤力，哎呦，他是很帮助人，哎呀，你可以 you can name it， 许多的好处都在他身上。但是这个人就像我们上个星期谈到那个蔡淑娟这个女士这样，哦，很难明白。但是他说一句话，我的人生里面就好像上帝走在我的前头，我在他后面走。忽然间他跟神的关系是如此的靠近，他可以体会到耶稣在他前面走，他就跟在后面走。他说这就是我目前的人生的一个写照，耶稣离我不远，耶稣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人都会死，对不对？有一天耶稣没有再来，你会上去，对不对？不能留下去，几个选择而已。但是 there's time for everything， 就是有 expire day， 有一个截止日期的。这个截止日期写在那里，你不知道了吗？哦，可能找不到，找一下看有没有截止日期，知道大概赶快吃掉它，赶快用完它，啊，过了 expire day 就不能再用了。这个朱红现身是指什么呢？这个朱红现身是指生死约，生死约，生死的约定。他过在窗口的时候，你知道，当这个，如果你看回那个圣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当这两个探子说你必须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你的窗口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进来的时候就会救你。然后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然后那个女人，就是指拉赫，又将什么呢？朱红线绳就系在窗口上。读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他马上即刻，没有迟疑，就马上过上去了。今天你要不要耶稣？还没有信主的人，你还没有要不要耶稣？你要等我下个星期，因为如果现在我信耶稣，我回家的时候，我肯定会给我的老公骂，我肯定会面对我的家婆，我肯定会面对我的家人，等等等。所以当拉赫要把这个朱红线绳过在窗口上的时候，有没有危险？我告诉你，危险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那一刻开始。为什么呢？当他隔壁家的，可能那个 城墙里面还有住着别人，还是路过的人看到城墙，哎，怎么有一条线在那边，而且是红色的，很容易看到，对不对？很容易看到，对不对？一看到就是有一条线在那边，是不是那一天来了两个探子，就是你这一家把它收藏了，就是你这一家把它放走了。
可能吗？非常可能。我告诉你，信仰原来是承担风险的。很多人不知道侍奉神是要承担风险的，跟随耶稣基督也是承担风险的。很简单，当你从这个营去过这个营的时候，你知道在美伊战争的时候，美国跟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他们的战俘啊，就是那个被捉的人，如果美国兵跑到伊拉克，那是什么？那是完蛋了，他就被捉了。但是伊拉克兵又逃过去美国的时候呢，跑过去美国的时候，他就被捉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营啊出走啊，离开进入神国的时候，那个世界的王会喜欢我们吗？他会放过我们吗？他不会放过我们，他会紧捉着你，把那个人捉回来啊，出卖我们，把他干掉。所以当你决定做基督徒的时候，其实你在冒一个风险。我不是吓你，但是我要你的心更坚定，你回不了了你不需要回去。你回去干什么？你要回去那个折磨你、辜负你、害你的那个世界的王吗？他只是把你带到地狱里面去，跟他一起在地里面受那个永刑，那边的火是不会灭，那边的虫是不会死的。但是耶稣把我们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感到害怕。只不过我是告诉你什么呢？你要承担风险，而上帝是看我们的心。所以在你的基督徒的生涯里面，你会遇到风险的时候，你不要奇怪，因为上帝在那个时候就要看得出你到底爱我有多深。上帝不是说要 test 你，因为他不信任你，不是。上帝是给我们机会来表现我们的热心，而我们的热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就将来就必得荣耀。因为没有经过信心的考验，没有经过这个试验，你不会得冠冕的。得冠冕为什么有信心的英雄榜？为什么有信心的冠冕？那就是因为你的信心 lulus pass 啊，及格了。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试验，你不要太高兴，因为你的冠冕就少一点。但是人生里面有考验，我告诉你，你的考验带来的冠冕一定是比别人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生死的业，所以是要承担一个风险。那有很多人当上帝是一个傻瓜啊，把上帝当傻瓜，他不是一个全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吗？那人怎么会把他当傻瓜？人把他当傻瓜。当然我不说上帝是傻瓜，肯定不是，他的愚昧也比我们的智慧更有智慧。很多人来到神的教会、神的家，上帝给我这个，上帝给我那个，我求这个，我求那个，感谢主我又得到了求的都是自己的需要。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一个故事，耶稣在走过一个村子的时候，他迎面来了一个10个的大麻风人 Leprosy 麻风病患10个。你知道麻风病在很久以前就有了，而且没有药医治的。麻风病在槟城曾经有一个麻风病院，就是这我们靠山就是麻风病院近期才把完全消灭掉。以前麻风病是没有药救的，很多人的生命里面是没有药救的，你知道吗？但是他来了耶稣面前，耶稣没有医他们，耶稣医他们医几个？10个里面医几个？6个、7个？没有，10个全部医治了。但10个医治以后呢，都跑光了，跑光光了，10个都跑光光了，只有一个回来。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很奇怪圣经耶稣里面讲的是撒玛利亚人，不是以色列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撒玛利亚人就是外邦人，就是不入流的人。他回来向耶稣说，主啊，谢谢你救了我，洁净我，我要把荣耀归给上帝。耶稣说什么？被医治的不是10个人吗？回来怎么只有一个？你以为耶稣不在意吗？耶稣只是装着不在意，假装不在意。但是那一天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上帝给我们的恩惠、给我们的恩典，以及我们如何回应神的那种生命的表现，都被摆上台，这些都要摆在神的面光之中。然后这个祝红线什么呢？祝红线就是一个向天连接的一个具体的行动。你知道在这个圣经的教导或者启示里面有一句话是称为我们现在很把它
引用出来的就是 prophetic act， 就是先知性的行动，听过吗？ prophetic act 就是 prophetic 就是先知性、哦、先知性的行动。我告诉你、哦、我们基督徒、哦、是很特别的，我们的一举一动呢，其实天上都在看的嘛，所以在看天使天君在看，耶稣坐在宝座看，父神坐在宝座看，圣灵也在这边运行，也在看看我们基督徒的一举一动。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说动一发啊，牵一发动全身，就是这个意思。原来每一个被拣选的神的儿女，你都有一个先知性运动的一个本能，而你的这个动作呢，是可以牵动属灵界和这个属世界，你知道吗？而当这个朱红神线系在窗口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一个 prophetic act， 这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行动。今天如果我们这个人很勇敢的来回应神，比方说我们敢奉献，比方说我们敢去帮助一个人，比方说我们敢祷告，比方说我们敢做主的工作，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我们站起来，我们 do something， 而这个是什么？这就是 prophetic act， 就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沉默一个什么都不动的东西，刚好相反，在你的公司你的家中，如果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你就站起来宣告。而这个朱红献神呢，就是一个宣告，一个 prophetic act。然后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今天要跟耶稣基督连上，你至少有几个 prophetic act 你是要做的。第一就是洗礼。我们当中还有谁没有洗礼的？今年完全没有洗礼，因为MCO OK。 但是你知道吗，我个人立场，我不随便跟人家洗礼的，我宁可、啊、不要随便跟人家洗礼。因为洗礼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来的，你是把人跟神连接的那个中间人，有什么三叉两短，三长两短都是你要负责负全责。但是这里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要跟基督接连，有一个先知性的一个行动，什么呢？就是洗礼。洗礼是一表你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因为你跟他同死同埋葬，有一天你要跟他同复活同得荣耀。还有一个就是 prophetic， 就是守圣餐。我提醒大家，我每一个月的一次，只有一次的守圣餐，请你格外的用心去做。我不是每个月，我几乎是常常、哦、所以每一次要守圣餐的时候，都有一个考验。那考验什么呢？我们必须很小心的，因为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当然那个东西不是，这是真的主的身体和主的，而是一表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你就是以心灵和信心说，这就是主的身体，这就是主的血，而你要好好的去参与与主连接。我要告诉你，将来有一个婚礼，这个婚礼就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迎娶他的教会，他要迎娶他的教会。然而你身上根本没有朱红献神，他怎么迎娶你呢？而这个朱红献神就是我们跟他的立约，永恒的约。我洗礼，我就是跟他立约；我守圣餐，我就是 renew 更新这个约。每一个主日我来到还是一个圣餐主日的时候，我就是来 renew， 我就重新更新这个以他的永恒的这个约。今天我预备了三章的信息，我只讲了一篇 OK， 感谢上帝，但是我必须结束了。今天这个朱红献神，刚才我也说过了，他其实就是预表着基督羔羊的宝血。我最近神又把我吸引到这个题目里面，叫做使徒信经，听过吗？使徒信经 CREED、啊、应该是 pronounce 没有错的 CREED CREED 使徒信经。使徒信经里面就讲到教会在过往两千年里面，在初期教会里面的时候，为了预防异端呢，就放了一个使徒信经，就教导我们里面很基要的信仰，不可妥协，永不可妥协的基要信仰。其中一条呢，他说什么？我信上帝，我信永生神。然后他说什么？我信罪得赦免。很多时候不懂的以为说，哇，在这里说我们有基督徒的义，我们有行为，那我们就不相信罪得赦免。刚好相反，刚好相反。
真正在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罪可蒙赦免，你不需要再格外的加上什么义行才能够拿到这个救恩，只不过你的义行是因为你得救以后必有的一个见证，它必有的一个 byproduct。 但是罪得赦免是我信罪得赦免，罪必得赦免，所以你不要内疚。如果你还有什么亏欠，我告诉你，你做了基督徒你还会不会犯罪？会。你还有没有软弱？偶尔还会软弱，因为我们住在这个罪身里面，只不过我们相信罪必得赦免。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后，我们靠着朱红献身，就是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洗净我们的时候，即使人还控告你，即使人还在定罪你，即使魔鬼还在动造这个控告你定罪你的时候，你说我必得赦免，我必得永生，因为基督已经为我死了。当基督为我死的时候，他不只是为我过去的罪，他也为我今天的罪，更要说的是他我以后我会犯的罪他都会赦免，只要我必须来到面前来求他施恩，求他怜悯，然后我不是恣意的来过一个犯罪的生活，我要以罪恶搏斗，我以罪恶一刀两断，我不断的前进，但是我的罪在基督里面是蒙赦免的。我要结束在这里。今天教会里面魔鬼就是一个控告人的，说谎话的，很多基督徒不能够长进，不能够灵性样的突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软弱，然后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就说哎呀，我们很不贪，我们又在罪恶里面了，所以我们就是什么呢？我们又好像被控告了，被定罪了，然后我们觉得神不爱我们了，可能神也不会爱我，然后你在那拉扯里面。那今天神什么呢？重新把你的朱红献身过在你的窗口里面，重新来把神爱的印烙在你的心上，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耶稣热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死了，他的爱他的烈焰为我们死了，这是重水不能够熄灭，大水不能淹没的一个爱情。那么一起站起来，来领受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来做一个回应。今天在这个拉赫的故事里面，你听到什么故事？你听到什么真理？你听到神在对你这个人说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别人无法替代你听到，因为你的心在你的生命里面。今天身为神的仆人，神为神的使者，我说一句话，耶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接不接待他？你要将你的爱重新交给他吗？如果你要将你的爱情重新印在你的心房里面，耶稣说我看见了，我来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你的生命，不只是你的生命，就是你的全家我都要拯救。哈利路亚。库拉巴沙卡拉玛利安达拉玛西迪迪迪库拉巴亚达拉玛西迪迪迪奥拉玛亚拉玛西迪迪库拉玛亚拉玛耶迪奥拉亚拉亚拉玛耶拉玛耶迪。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他要释放他的恩典。拉玛亚拉玛西里亚拉玛尤鲁，我罪的赦免，我的释放。沙拉亚拉玛耶。库拉玛亚拉玛耶哦，他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库达拉玛亚拉玛西里里里，张开你的双臂，张开你的双手，说主啊，你的爱来充满我，来浇灌我，来更新我，造访我。今天我相信你的爱要临到我的生命。库拉拉玛西里。
Kola la mashiri ala yura la mashiri Shalamaya la maye shalamayere Shalamaya la mashiri Shalaya la yala maya la ma耶稣，我好爱你，我要亲近你。这里没有拦阻，没有隔阂，因为我在父的家中。这里没有拦阻，没有断层，因为我有这一条朱红线身，那就是主我向你展示的爱，那就是主我向你有的信心。我没有别的，我只有一个信心，那就是我相信神啊，你依然爱我，你依然赦免我，你依然要救我。我的情形必在你的眼前得蒙保守，蒙怜悯，蒙赦免。找一个地方静静闭上眼睛，你的话你是不伤心痛，我的心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必得安息。
I want to go to a place 与你相遇，传扬在你怀里灵犀。 I want to go to a place 听你声音，享受在充满爱的同在里。 I want to be there。耶稣，我们爱你。今天我们说我们属于你，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属于我们。有一天你要再来迎接我们。今天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意念，只单单为主你而活。今天我要将所有你所爱的儿女，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来更新我们的心灵，更新我们的意念，察验何为神喜悦纯善良的旨意。谢谢你爱我们没有改变，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他们，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珍贵的生命，是你用重价赎回来的，要在我们身上来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缠绕我们的伤口，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医治我们。以耶稣基督的恩惠，他的大爱，他的怜悯，愿天父的慈爱，他的温柔，他的信实，他的荣耀，又愿意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他的声音，他的说话，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直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刻那一天。 Amen Amen。 上帝爱你，上帝祝福你。 Amen。 上帝爱你，上帝祝福你。